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小哥哥，点一下订阅嘛。哥哥喜欢双马尾吗？娘追逐他哦。等一下哦。是直播，鸡婆床哥哥，草字头加床念床吗？欢迎来到直播间，哥哥，点个订阅嘛，不迷路哦。谢谢订阅，阿里卡多，我。细脖短，讨厌呐！你怎么想到这个的？刚慌张，我都没有想到。啊，夹住！新调阅。新家哥哥，臭弟弟，点个订阅嘛！这么好的大姐姐哦。哥哥，什么叫啊？哪个叫？你都喜欢。你都喜欢，有你不喜欢的吗？哥哥是指什么大？多大？是指什么呀？壳子解开吗？哥哥解开吗？怎么就不行了？你叫我买干嘛嘛？讨厌死了！哥哥，老公，我觉得今天袜子更花，我老多袜子了，然后我就随便拿了一个，然后，拿盲盒，知道吧？
你干掉了。有没有喜欢仙儿的哥哥？喜欢仙儿的哥哥可以叫你哦，你把魔法书哥哥。先加哥哥两个订阅吧。怎么变成上面说话了呢？到底哪里是说话的？奇怪啊，变了呢。哦，在这儿啊。不对哦，啥东西啊？我怎么看不到说话了呢？是的，哥哥，好忘。我那边到齐了，哥哥，谢谢哥哥的火粮，你干的，忘。订阅吧，哥哥，谢谢哥哥的小礼物。哦，
一起钓鱼，新家小哥哥，点个订阅呢，这么好的大提琴。谢谢订阅，让你感动。哇，有没有哥哥喜欢心儿的哥哥？哇，天累了吗？是不是很累哦？谢谢哥哥的火量，让你感动。感觉你有点累哦，好，
番薯，哥哥，哦，好不堪卫生的，啊呼，啊呼，谢谢订阅。强度啊，老师什么都什么不会呀、啊，对吧？我是被你看着长大的。老师什么不会啊？这直播间不能播嘛，没办法，哥哥，老公，喜欢馅儿的哥哥可以救你哦。一本魔法书哦，这里这里，想要吗？想要吗？想要读书吗？叫什么哇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棕色的花纹的吗？袜子，我随便拿的，像开盲盒似的。哥哥臭弟弟啊，这么好的姐姐，点个订阅吧，先起来展示一下。地方被我扯烂了，哥哥，好，到了室友间，好。
什么吧，我也不知道什么花纹的。哦，冬天也是这样的，然后那个笑，哦，添加哥哥点个订阅嘛。去什么呀？你要去什么？你要去哪里呀？去神秘的地带。我带你去啊。我带你呀。谢谢雕月，阿里嘎多。喜欢喜欢的一本魔法书的这里哦，老公，想要吗？老公，想要读书吗？哥哥，点个订阅吗？谢谢订阅，阿里嘎多。
敢说吗，哥哥？心儿可好了，你把毛发梳，哥哥。哦，超棒的呀！请订阅，那你感动都去找了吗，哥哥？怎么没有呢？没有点小东西就喜欢睡觉，讨厌死了！谢谢订阅，你感动，新家哥哥，点个订阅吧，这么好的大姐姐哦。老公，真是的，今天不陪姐儿一起给我梳吗？哥哥，一本魔法书。可好了，好啊，希望最不缺的就是水。
新家哥哥点个订阅吧，真好的大姐姐，臭弟弟，姐姐在这儿，好，好，嗯，好。哦，谢谢老公，哦，啊，谢谢宝贝，哦，嗯，哦，谢谢宝贝，好，好黄，好，好，哎，怎么刚才出来了？好，哇，谢谢老公，谢谢宝贝，嗯，谢谢雕月，啊，跳，喜欢希尔的哥哥，这里有的魔法书，一起跳舞吗？好，哦，老公，希尔可好哦，都我想要的嘛。你的宝贝，今天又是一只熊，你觉得会跳舞的熊，好，一些雕月，你看到吗？没声音了，再好的戏也出不来，对不对，哥哥？喜欢戏儿的哥哥，教你哦，一本魔法书。好，哦，你会发现，原来戏儿是这样的。哦。欢迎新进来的哥哥，谢谢跳跃。新娘今天的袜子，哥哥是不是不喜欢啊？嗯，哦，这哥哥还有更加喜欢的，要不要？就你哦，一本魔法书，
这是妈妈最爱的儿子。老公，想要跟你一起读书吗？就你哦。怎么了？我的话说有问题吗？哥哥，你不是说越乱越好的吗？又在那说我乱讲，叔叔，快到妈妈怀里来。多大都可以做你的妈妈，因为，因为我这里吃的很多的，爷爷，可以哦，喵喵。谢谢雕月，怎么了？把我的，刚刚差点把我的心声喊出来是吧？真的是，我怎么了？我是喝多了吗？都怪你老公，大晚上的。非要人家喝那么多，喝的我都为你竖起了双马尾，真的是，你是哪方面多大呀？姐姐可不是十七八了，姐姐20多岁了，难道？不够做妈妈的吗？早婚早育不是更好吗？不高
死，哎呀，不干死你吗？不要喵，你的喵。到时候给你讲故事听哦，小虎牙。哦，我不可以啊，小喵。自己去厕所里，没有烦妈妈，妈妈还有事要做呢。谢谢跳跃。太多小虎牙了，让我怎么记你啊？哦，改个名字，妈妈的狗日子。哦，好痛，真痛啊，差。